租菜地是1500一年，100平，我们就提供土地，然后简单的劳动工具，都需要自己弄的。一般的会退休的老人、全职宝妈，还有一些上班族、小网红，他们会在我们这边租几块地，拍视频。很多人上班嘛，平时没有空过来，老人他们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，帮忙浇浇水啊啥的，在这种种菜锻炼身体，很有成就感的。021全视频呈现上海。